我是毛什么，我是一位女装设计师。这一次联名设计的手包的灵感来源之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手工艺。这次非常幸运和 Sisley 一起可以在这种工艺上进行新的研发，那我们把它移植到了手包上，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作为一个设计师而言，无论是慈善还是传统工艺，其实都可以通过设计的力量去表达更好的呈现，以慈善的方式去做输出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受益。这次非常幸运能够和 Sisley 同时和家人一起为这个女性基金做一些贡献。跟 Sisley 的合作，其实这个过程既有趣又欣慰，无论从工艺上的可能性，还是对 Sisley 本身这条线产品的更多了解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可以把传统的手工艺通过现代的设计、现代的语言方式带给更多的消费者。我相信我们会带来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产品。